彰化高商参加109年度全国商业类学生技艺竞赛，再度蝉联全国第一，荣获4项金手奖、3项优胜奖，成绩亮眼。这一次呢，我们拿到了4座的金手奖，还有3个优胜，可见呢，这个成绩呢真的是很棒很棒。特别是我们的会计资讯蝉联连续2年呢拿到全国的第一。商业经营科施逸凯同学经过数个月勤奋练习，成为代表彰化高商参赛的正选手。本次竞赛甚至在数科项目拿到100分满分的佳绩，深获评判教授好评。感谢学校这次愿意给我这个机会代表学校去参赛，也感谢指导老师在这一年来对我细心的教导，我不会的问题他都会帮我全完整的解释完成。那他真的是一个比赛型的学生啊，选手，因为他就是有那种特质，临危不乱，而且能够从容的去比赛。那题目真的非常的难，可是他在考试的时候完全作答完毕。3天的竞赛，除了带队师长指导及选手的努力外，家长会及其他老师们更是亲自前往比赛会场，为参赛师生们加油打气，更勉励学生们要秉持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，继续精进，努力夺金。公益频道张华允彰化采访报道。